李优博，请说。李优喂，博，喂，请说。喂，同仁，喂，你好。我觉得觉你得刚你刚刚那那场场真真的的太太 carry carry 了。了，怎么说？我操，把你把安妮整个吊吊打打到到这这样样子，子，你有看安到我？妮连对线都不敢跟你对线。你有看到我就是那种那个会战那个吗？那个观念那个操作吗？你那个最后那个一进去，然后开大那个。没办法啊，那对面的整个你知道我今天下午，你知道我今天下午打牌打到晚上吗？嗯，原本我已经体力已经不太济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回来又 carry 这些低能儿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台服怎么那么弱啊！哎，为什么精英的是这种等级啊？真的？你说有什么办法？这你打得下去哦，台湾的精英呐、啊。就棒槌啊！啊，我感觉精英怎么跟银牌、铜牌表现的差不多？真的、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我跟你讲，你里面再多银牌、铜牌，还是有一个真精英的、啊。哦，那就不用说了、啊，就是那个上路的扎克嘛。你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，好不好？当然，哎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美国，应该会很红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到美国去，那个整个焦点就是你啦。这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听说美国好像对性别就是种族歧视很严重哎、欸，我怕他那边到那边也忍不住死黑鬼废物什么的，到时候会被那个抓去什么，你知道的，很恐怖啊。黑鬼没有啦，你就不要去那种黑人区啊，因为。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是全场的焦点，因为你把 Scala 比下去啦。七儿，请说。喂，同学啊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那个，请教你一下，对线跟辛朵拉要怎么对啊？辛朵拉，很难打、欸。你知道我玩很多小时六人都被辛朵拉单杀，他那六人的伤害太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要 Q 到你一下，马上把那个球捡起来 ，W Q E， 然后 R Q 二、你就死了，跑不掉啊、嗯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拢啊，规则、啊、就是被他 Q 到一下就喝水啊。那阿卡丽嘞？阿卡丽还好啊。真理是我的盾牌。啊。哦、啊。啊，那刚那样真是太神啦、啊！太神、啊。阿卡丽的话，你有什么见解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是普通普通。好，那童真早点睡啦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。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。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。该怎么做呢？玩得不错。
完了，他跟我换。啊，我以为可以骗到他。不要啊，打牧师啊！你有超梦罐。Oh no！ 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拿完了，GG。GG 了，没卡了，两张圣光之子都死了，这个跟这个都加不到了，就是神殿执行者，跟神圣精神都加不到。血虫来这里，准备好了，长官。No！ 哎，我要接矿音哦，好，真祈祷。哎呦，火球术。为了十字军！哎，我应该等马里狗似的哦，火球就可以变成11点。啊，应该等不到。啊，再接几通啊？云云，请说。喂，同神。啊，喂，你好。同神，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。就是你知道昨天在高雄凤山市，然后有人在，有人在网，太神了，请说。喂，统神，我想建议你一些事情啊。啊，请说。就是你就是接 Skype 的时候，那个以后可以加个视讯怎么样？跟那个接的。然后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加个视讯，当然可以啊。可是我怕他们在视讯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。不会啦，就你说不会就不会啊。你说3000就3000。让我想想。太多人了，我已经打完了，我不知道接谁。想想，啊，输了！我现在只能祈祷他手上两张有一张是烈焰风暴，完了，火球。时间快不够了！啊，还羞辱我！啊，是火球 ，Fireball。